观察了一下这个。嗯。哎呀，二哥那眼镜怎么又拿去了？不是，我发现礼帽一戴，眼镜一挂，哎，二哥变强哥呀。哎呀，真有点这个风范呢。工作人员能给二哥准备一副围脖吗？快快快，快干啥？你百米不冠军吗？哎呀哎呀哎呀！哥，我不得不说，就你今天这身装束，如果就再把墨镜戴上哈，如果刚才那个毛巾没搭在那个脖子上，真有一种强哥的感觉。毛巾一搭，小二立马成搓澡的了。是的，10块钱一位。强哥，回去吧，上海滩更需要你。搓澡这一块更需要你。